国家重要民俗，学甲上国标，2022年8月，后文化部审议通过登录为国家重要民俗。学甲实际公讯息发文日期：中华民国113年5月21日。发文字号：此种字第113228号。学甲实际公重要讯息：为因应庙务及时事需要，原定于每年农历3月11日举办学甲上白蕉业主绕境祭典活动，今请示开基保生二大帝圣脚同意于每年农历3月11日之前星期六举行。学甲实际公讯息：西元2025，民国114年，岁次乙巳年，上白蕉业主绕境祭典，日期为农历3月8日一天，国历4月5日星期六。欢迎你们来